家好，又到沿途有你的节目时间啦。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动感教青卓越教师的短片呢？就是这里啦。咦，有小朋友呢见到自己在条片出现之后呢很开心、哦、还即时叫妈咪打电话给老师。他们都是 KV 的毕业班学生，张善玲老师又舍不舍得他们呢？疫情下因为停学，幼稚园的小朋友已经有几个月没见到先生，再见面就是毕业礼。张老师见到自己的学生，有兴奋亦都有不舍。有没有挂住我？有啊，因为真的乖啫。好，好啦，我哋着衫先好嘛？嗯，好。我哋呢好似同学仔咁样着啲，不如好咯，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嗯。阿手家要瘦咗咧。系啊，唔食嘢。當然是不捨得啦，係嘛？即係平日都係一翻嚟咧，我哋就去擁抱啊！今日唔係好咁，即係有啲抑壓住咯。即係但係都感恩見到佢哋個個咧都好好，同埋有進步嘅，其實都好感恩嘅。疫情裏邊將所有嘅教學嘅模式啦，同埋我哋老師嘅角色都調轉咗，睇下點樣用咩嘅方法。去令到啲小朋友可以繼續在家中學習，呢樣係即係每一位老師都去面對，同埋今次家長都要去面對嘅。家長咧嗰個角色咧，就係、是、做咗老師嘅角色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靈魂嚟嘅。所以一定咧要去除咗我哋會支援家長，仲要去。同佢哋做一啲嘅，即係關顧翻家長嗰個心理壓力先。因為我哋有一個教材套嘅，咁我哋就會利用嗰個教材套咧，就去俾家長。咁就要攞屋企啲嘢，即係比如屋企啲用品啊、食物啊，咁去教佢，比如語文啊、數學方面啊，咁就要去教翻佢一啲嘅用屋企。現有的嘢去同小朋友温故知新，但最大收穫咧就係咧能夠去洗手間，係啊係啊，真係最大收穫，係咪真係最大收穫？從 K1 到 K3 上學期，佢都唔能夠去夠膽去洗手間坐喺度小便，咁就係一個疫情裏邊咧教導佢媽媽，就係呢樣嘢棘住佢，但係咧今次咧佢真係好。好好啊，嗬！不過其實都係靠家長，靠家長嘅努力同支持，更加體現到係咩？團結，每一位家長、學生、老師、同事、員工、學校啊，體現到團結係最緊要。非常感謝每位治療師及先生們嘅付出，尤其是係張先生，佢已經做咗我哋嘅即係集集嘅班長已經三年啦。咁我覺得佢係一位好好嘅一位先生，非常關心小朋友嘅情況，佢不定時與我哋家長進行交流。多謝，多謝，多謝，多謝。睇下呢個圈圈裏邊咧，又有好多種顏色嘅喎，係咪啊？咁而家咧，我請小朋友咧睇下，邊個知道呢個圈圈有叫咩色？多謝的背後，張老師為這個教了三年的班開開心心地付出了很多，開開心心來上學，歡歡樂樂回家去。為什麼呢？因為小朋友在開心的前提底下來到學校，每天很開心地上學，我們是營造一些的在遊戲中，從遊戲中學習，從遊戲中成長，咁所以咧，等佢喺呢個遊戲方面，不知不覺咧，就已經咧學習到佢要所學過嘅知識。學在快樂的無心，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座右銘啦。小老子，你教我咩色啊？我教我紅色。好啦，心一堂課裏邊咧，我哋希望佢能夠咧，個目標咧就。我哋喺唱歌嘅時候，咁我就係希望佢喺我哋嘅主題裏面，即係我哋帶住佢玩遊戲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咧強化下佢，鞏固翻佢所學習嘅嗰個歌曲。
有喺佢哋一路以嚟學習嘅數學方面咧，顏色啊、形狀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幫佢咧鞏固。咁第三咧，亦都喺個社交活動裏邊咧，亦都可以咧將佢連貫起嚟，將佢去提醒翻佢一啲嘅社交遊戲嘅規則，同埋咧應有嘅遊戲嘅態度。另外，张老师亦都着重建立小孩子的自理和管理情绪的能力。目标呢，你要训练他什么呢？一入来首先要训练他自理技能的建立，比如食、饮、玩、睡，这些是终生受用的。第二呢，然后才去怎样教他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然之後喺咩個情況底下識得去慢慢去表達自己嗰個情緒，同埋亦都初初嚟嘅時候，當然你亦都要去令到小朋友係信任你。佢最初嘅時候係約唔翻學嘅，一上車就會喊嘅，跟住咧就同埋都唔著校服嘅。咁咧就個張唐生先生反應到之後咧，佢就會諗到啲唔同嘅方法啦，每日試少少，睇下點樣去做一個改善。跟住到後期咧就願意翻學啦，就唔喊啦，同埋肯著校服啦。咁我覺得咧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咧有時咧佢個時間咧遲咗一年就一年㗎啦。咁我覺得如果係及早去用自己一啲掌握到嘅累積咗一啲嘅經驗啊，可以啊盡快去提供一啲嘅適切嘅支援俾小朋友，等佢盡快咁樣去銜接翻小友，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嗰個時間，嗰個黃金階段。张老师话：喺多年前不经意咁样进入咗特教学校，任教零至六岁嘅学生，执教咗十多年，觉得开始有瓶颈，于是喺2011年转咗去普通嘅幼稚园任教，再辗转到2017年重新出发，嚟到而家嘅明爱学校。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份工作嚟噶，所以咧都系一份工作，但系我觉得咁我拣咗之后咧，其实我会好坚持嘅。我會好堅持嘅，我覺得係我自己揀嘅，我應該要對我自己嘅工作同付出要負責，同埋你見到每一年你教嘅小朋友佢有所進步，咁其實都係對自己一種勉勵同推動力。時間同埋堅持咧，係唔會辜負你嘅付出嘅。我好享受咧啲小朋友咧個歡笑嘅。真係我好中意佢哋嘅咯。多謝你哋啊！其實張先生就好似一個開心果咁，每日帶俾我哋好多歡樂咯。跟住我哋成班緊密嘅配合，就令學生好開心咯，融入得好開心。能夠開心教學，老師話最緊要三心兩意。喺教學上咧。其實用三心兩意，愛心、耐心、細心、樂意同埋誠意。第一就係愛心，愛心你就要去咧，俾多啲笑容佢哋啦，愛佢哋啦，即係行為啊、表現啊方面啊，你都要去表現出嚟。等小朋友感受到，你真系冇隔膜，你要好耐心咁去接受佢，细心，你要细心咁发掘佢边呢啲嘅长处同亮点，三心啊，两意，乐意同埋诚意，就系咧要去。你面對小朋友各種的行為情緒，有一些的他的能力方面的問題，你不樂意 去接受，你亦都不能夠呢這份工作呢你不做得長的。
同埋誠意，亦都要自己揀咗選擇咗我呢份工作，就要去樂意誠意咁樣去做落去，而且仲要去盡責去完成。終於到了講再見的時候，依依不捨之餘，老師新的學年又繼續從心出發。已經 ready 了啦，因為我係啊，因為你定一定神之後咧，其實真係又要，因為嚟緊新的學年裏邊，我係教 K1， 又要教 K1 嘅小朋友，而今年。我哋嘅 K1 嘅小朋友咧，亦都嗰個能力方面咧，因為佢嚟 N 嘅時候咧，我都要做定一啲嘅心理準備，嚟緊更加要去多啲嘅精神體力去應付啦。